信息报告啦，吼，是要甲咱啊兄弟姊妹甲大家感谢吼，啊，因为我的大汉囡啊，因伦吼，伫十月初拄着报告啊有结婚啦吼，啊，当然有人讲啊，结婚跟教会拢唔知影咧吼，啊，其实嘛无发帖啊啦吼，是有一个邀请，就是讲伫教会靠边教会做一个礼拜，啊，伫靠边教会啊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家庭会吼。啊，安尼尔啦，好啊，感谢咱的教会特别有包一包红包去啦吼。啊，我讲我啊无讲放跳，啊无请人客，啊要安怎收红包啊咧吼？啊嘛感谢福寿牧师，啊有专牧师特别伫台北赶落去吼。啊，阮牧师娘吼，伊这较细心啦吼，所以今仔日吼准备迄个订婚饼吼，讲要请大家吃，啊，迄是生的啦，毋是十月七更加真的啦吼，迄是。长另外个店的吼，啊，较早咱会当大家做伙来享受，种样啊，阮也甲阮做伙相当欢喜，啊，主要是讲工业社会大拢做无闲，啊，一方面就是讲安尼真简单吼、哦，我想到是教会的结婚式，啊，真简单安尼吼，啊，而且阮也感谢大家的关心，多谢。啊，听话伊看到连高中老师要登来甲咱大家做伙啊，啊，透过这个洪忠牧师。叫我补充的，就是十个月的初三，咱有一个叫做公益行动啦，哈，公益行动，就是去桃园的孤山，感觉个外口，不是内底哦，外口啊，伫遐甲阿扁总统算声援啦，啊，其实迄、那个路，迄、那个外墙外的外口吼，甲阿扁总统关的所在足远的。啊，我有一遍你甲免费吼，讲阮伫外口唱歌、画口号，啊，你到底有听到无？伊讲我听恁伫外口，但是听无啦，啊哈，啊所以嘛算讲，当然有法度心连心俩啦，哈、啊，心连心。我相信这对来讲是相当的鼓励啦，哈。啊，这个福寿牧师甲咱武会武传牧师答应讲十二月初一，你去甲变总统免费。吼、哦，啊，初三，再去走一逝去，遐去外口遐吼，甲咱遮去甲声援的民众，甲大家报告讲，阿扁总统即卖状况到底是安怎啦吼、哦？听讲是较乌，所以看较散，啊，这是顶个月去看的人出来报告的啦吼、哦。啊，当然，阁有几项代志，就是讲吼，爱支持小英啦吼、哦，阿扁总统交代的爱支持小英。啊，这个因后生吼、啊，就志向的参选，伊的讲法就是讲啊，叫做啊，尽无路啦，退无步啦，所以就是希望大家会再加支持到底啦啊，所以啊，目前大概是安尼哈啊，所以初三拢有一台游览车伫台北车，家己来报名，啊，交一个交通费，啊，就会再去哈。啊，这大概就是公益行动的啊，这个目前经营的方式啦。啊，拢要几个人家己自力更生啦。所以到咱公益行动到位，甲这个公道明这边拢无啥物负担。不过公道明是提供一个服务，就是若有够人，咱就去坐一台游览车，哦，就带大家人去。普通我拢会去啦，哈。因为拄啊拄着上课，到目前还阁无拄着上课，啊，所以我拢会去，啊，所以啊，就是带大家唱歌啦，带大家画口号，哈、啊，啊，所以欢迎大家哪阵会拄好，啊，要来参加欢迎，哈、啊，啊，拄只高中牧师的讲道，哈、啊，我感觉真有道理，哈、啊，真有道理，啊，要小可啊，算讲一个回应啦，哈、啊，因为这个善用者，哈、啊。真侪人拢会误会，讲是个人的问题啦。其实真侪是制度的问题，啊，伊头仔是咧强调制度的问题。啊，我是较具体吼，一向拢有两个主张啦，哈，想要解决台湾这个制度性的善终的问题。我是感觉老伙仔这边哈，要照顾年纪较大的人，我是主张讲哦，每一个65岁以上的人，拢有。100万美金的18%的利息啦，哈、哦！啊，那你家己我都存100万，你来领18%，啊，一个月多领18000块啦。啊，那无100万，政府有责任爱叫你100万，啊，所以你爱
算讲大约啦哈，就是讲爱加爱付这个政府的利息5%，所以恁领13%，啊13%就加这个农民的一个月13,500，差不多啦，因即马佫加薪哦，佫加600，啊。我感觉安尼吼，较有法度解决老农年金的问题啦。我感觉民进党拢真客气啦，总人对方的支持者制度拢伊来甲照顾。啊，恁等下讨1,000块，啊，对方去甲你讲哦，1,000块我嘛无爱，互你316块。我是感觉咱一个讲起来做一个代表本土的政党哦，等下要要求公平，但这点我感觉魄力就较无够。当然啊，讨1,000，无嘛，大家来敲敲一个8,000、6,000，对不对啊？啊，讨1,000，人家你敲敲的变316块，啊，你来讨1,000就要创啥？所以有时啊，我咧感觉讲啊，咧民进党到底咧想啥？啊，你若用烦恼讲国家的财政会倒，啊，这个讲起来嘛，不是咱的国家，这是流氓政府啊，这倒就倒啊，破产就收死啦，安尼破产就大家顶头来啊，对不对啊？顶。公司定租啊，对不对啊？国家定租的现有的政府所在，搁做一个台湾人民的政府啊，啊，不应该领的就卖个领啊，啊，应该发的就爱照发啦，安尼唔得，我都解决这个问题。啊，另外一个制度面的问题就是讲哦，这军公教拢有迄个子女教育补助嘛，对不对？你囡仔拢有补助，啊，咱的农民、劳工、渔民啊，这基层的。所谓迄个低收入户，囡仔读册拢嘛无人咧补助啊！最近拢要搁加迄个低收入户的牛年哦，要搁甲提掉。你甲看咱的人委屈偌济啦！啊，但是咧讲，因为咱按中南部来台北食头路的吼，基本上拢家己较有能力的啦。啊，比如我想我伫台大教册，因的享受我嘛拢有啊。啊，但是咧讲，咱若搁回头转去看。咱伫咱的故乡内底，现在厝边隔壁的人，其实实在是拢啊受着足大的委屈啦。啊，但是来台北遮的人哦，拢袂到出声啦，就是讲啊，我着有得好啊，阮遐着较含慢读册啊，啊，怎解袂晓读册啊？啊，对无？我是感觉这安尼，应该毋是上帝要甲咱教示的啦，啊。啊，这个圣经的经文啊，让我讲可能讲就济，圣经的经文听起来。有时啊啦吼，当然牧师正简单就是讲哦，这毋是在讲福音啦。但是我有时啊嘛是安尼反省啦吼，因为牧师你甲讲哦，人大家拢都期待你较紧来洗礼吼。啊，我是讲啊，人因为正出事就洗礼啊，啊，我食到60-70岁啊，到尾来洗礼吼，恐惊唔知往嫌咩啊，讲啊，人阮正细汉就啊就接近上帝啊，你这老岁啊，到尾来，安尼也要教阮。白白做上帝的子儿，安尼讲公平啊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当然上帝是讲哦，老尾来拢发责任啦，对不对啊？但是讲起来，我会安尼反省的，讲啊，这可能咱就卖提责任啦，咱提可能提5%就好啊。啊，所以找到希望不要紧啦，哈，啊，就尽量照上帝的话来做，啊，安尼来遵守上帝的话，安尼来。会当互家己搁得到即个套房啦，吼，所以这嘛是国中牧师算即个经文的话，这嘛少少感谢我咧，甲大家分享啦，哈，感谢大家哈，各位平安。是阮八月是，八月啊，做伙一间牧师去牧顺。也是有当着咱中间有真侪，有真侪人捌读过伊个册，啊，总是检测毋捌见着个人。以前的哈佛个教授叫做 Jean Sharp， 个人现在两年前，我甲苏教授去个是又将伊个册，将温暖，反正个就是自我解放一本册。啊，今年搁较特别，伊讲伊无爱演讲啦。您有什么问题？有关您台湾的将来安全，咱直接讲。啊，您问，我给你回答。啊，这是世界一的，伊是世界一的哦，这方面呢，啊，是2摆，一摆是2:30，拜六啊，拜一过来2:30，拢从4:00跟咱讲话，
啊，迄是真难得。啊，我底下有听到讲，有一个苏格兰的记者，知影讲，伊伫世界目前所扮演的角色，真侪所以讲茉莉花革命，啊是阿拉伯之春，啊是乌克兰的，所以讲 Orange Revolution， 哦，就像干嘛？干嘛写的迄个革命？啊，真多中东会改变，世界真多所在会改变的，拢是伊的学术甲理论啦。啊，所以有人将伊的生涯甲理论来拍出一个纪录片。啊，纪录片9月18日有投影，世界投影。啊，咱只要未来到遮，美国有几呐所在啊 ，Toronto、Montreal、啊、Ottawa 有做过安尼。啊，所以即马在努力个中间，就想看会当将制出纪录片。起来台湾，啊来弘扬，啊伊迄个题目是，伊迄、那个，即、這个教授本身嚟讲，我无介意即个题目啦，啊总是迄个接听者，迄、那个记者少年的记者讲，伊就安尼决定吼，所以只有接受啦。但迄个题目讲如何发动革命，我听到大家拢会讲哇，英语讲 How to start a revolution， 所以呢。你做那电脑的是你 Google， 啊，拍入去英语啦吼 ，How to start a revolution？ 啊，该 search， 该切入，伊个短片的介绍4分钟出来。啊，即马嘛有个华人吼，将伊个另外部分用迄个华语来注解。啊，这是一个真特别的迄落啊！啊，若讲会当做的是检测，咱会当学习足济，就像咱今后咱要安怎来建国。面临的问题也都一样，啊，所以直接过来拜拜，感谢做教授的努力，将伊荷兰翻译的解释翻译，啊，感谢总会有将这个再给出版吼，啊嘛，真侪人应该爱知影，应该唔知影，爱读要未读到的吼，我想咱来给伊机会来读，啊，再拜一下，大家大家分享，多谢。我是林金赞先蔡教授的主张啦，吼，对台湾的这个老大人的照顾，啊，甲上下人的照顾，伊的主张我真赞成啦。啊，我的赞成就是讲，咱无排除其他的人已经有的人的福利，咱卖甲伊嫉妒，就是讲有的人伊继续有不要紧。但是无个人爱甲伊平平有啦，平等就好，安尼好无？平等就好啦，吼、哦，平等就好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我想这若假使政党唔敢主张吼，啊，有机会当长老教会有机会打出来主张的时，我想长老教会爱起来发动这个主张啦，就是讲爱来催促这个政党吼。来作为赞同一个公平对待台湾人民的社会福利制度，或者伫街仔路，我安尼在甲看吼，确实咧，这毋是要分种族啦，但是真正外省人无伫街仔路在流浪的啦，伫街仔路在流浪的拢是台湾人嘛，拢是台湾人，啊是台湾人较含慢，还是较贫惰，是毋是？都是啊，郑博士甲蔡教授拢在讲，唔是啦，这是一个结构的问题啊。因为外省人有这个基本的这个14,150的保障啦，达个月一个人，啊，那是两个人就变作28,000+啦。啊，我咧想讲，咱在座呐，65岁以上的，你敢有赞成讲所有的咱的台湾人？拢有一个14,150的安养金，逐个月发互你，你有赞成无？真好吼，真好，你啊，你要看真好。啊，要真好就是讲，咱来去努力啦，努力这个立法院要过半，啊无，伊拢不爱互人嘛，吼、哦。啊，另外一个就是讲，咱做较实际人，你敢有期待你的年老？65岁以上的阿公阿嬤也是父母，有哪有14,150人个呢？咱嘛是期待啊，对无？哦，安尼咱的负担嘛较轻点，对？哦，所以这个制度真正是无公平的制度啦。
我期待讲吼，民进党嘛要努力，大联党嘛要努力，啊，咱台湾人民嘛要努力，我相信张老教授嘛要努力个，吼，所以爱努力，互伊平定就好。啊，台湾袂破产啦，对啦，那安尼发有哪袂破产啦？甚至这个读册，读到大学免费都也袂破产啦。台湾有这个能力啦，唔免惊啦，哦。啊，若讲会破产，啊，无过来重新分配嘛，都大家平定就好啦。我哪会安尼讲？因为上帝甲咱讲，人是照上帝形象所创造的，大家人拢是平等的啦，无迄个较大声、较细声啦，无啦吼。所以爱互大家有机会通平等，安尼好唔好啊？好啦吼，好，好啊，即摆，即个咱有十位吼。拄只报名讲要来参加苏炳欧先生的这个啊，咱教会来负责这个经费好啦吼、哦。啊，这十天拄只有十个举手的吼、哦，咱来发予十位举手的人吼、最后，咱来吟，恳求主，你引带我脚步。咱拢会背啦，嘿。祝你引带我脚步，祝你引带我脚步，那无我唔敢。恳求你教我大，搁保护，教使我言行谦卑四正，让我逐日遵守你诫命，予我伫黑暗中做光灯，对于追寻灵魂丧失的人。这是我人生迫切之梦。恳求主引带我下步，若无我不敢家己来行。